你说这不是明抢吗？这就是。老蒋呀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把唐三彩送给他了？这不知道。上回呀，他不是喜欢慈禧的宅子吗？是啊。我撇送给他，就是想给他带去影戏。可没想到他用那个东西把苗老板杀害了。这回，我给他送唐朝的陪葬品，就是想。 早一点给他陪葬。老掌柜，这冈本万一知道您的心思了，咱们会不会有危险呢？哎呀，那个唐三彩咱是花大价钱收来的，他一分钱不花，他就得了个宝贝，他还不愿意。那倒是，这唐三彩在老爷子手里的时候，不是也什么事儿都没有吗？该吃什么？ 就吃什么，该喝什么，不还喝什么吗？就是嘛。可冈本现在让我当那个古董会的会长，咱老冯家一世英名，我不能让在西安北上骂名，让咱这个变成出在了脊梁骨呀！老掌柜啊，我看啊，今天不行，咱们逃吧，逃回老家去。 咱们好好过几天，晴天日子吧。哎呀，哪能逃得了呀？你忘了上次打我那一枪，差点要了我的命了。哎呀，那您看这怎么办呢？让我想一想，让我想一想。对，我就跟冈本提这个要求，咱们光明正大的走。啊？光明正大的走？ 冈本先生，冯大夫病危，躺在床上动弹不得。病危？你去看过他吗？去了，躺在床上唉声叹气的，说是只能等死了。真有这么巧吗？不早不晚就在这个时候。哎，你去请金门城的医生，最好的医生，给他瞧一瞧啊！嗨。 好久没有听到这个琴声了，爹。这次回来就要多住些日子，把子正也接过来。爹，我知道你想我，但是不想连累您。哎呀，爹都一把老骨头了，什么连累不连累的？我就你一个闺女，要不就别走了。 老爷，日本人来了。日本人，你是爱福信爱先生？是我。你们找我爹干嘛呀？爱小姐，不必担心，我只是请爱先生去给金门的一位同胞看病。看病？没错。 请稍后，我去拿药箱。艾大夫，冯先生有病吗？冯先生是感染了风寒，我给冯先生开点药。 先生服用以后，静养一段时间就好了。哦，那他要静养多久？少则三五天，多则十来天，这要看调理的如何。
老贾，哎，回头到我那儿给先生取点药。好。艾达，你可慢走，来，去。太君慢走，太君慢走，太君慢走。哎呀，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！哎呀，要这么病也得吓出病来。哎呀，艾大夫好人呀，好人是好人呐。要是让指导看出来我是装病，不给他们收古董。那我就得跟七月斋古玩店的七老板一样的下场呀！那能一样什么呀？还能咋地呀？死！哎呀，你别说这个了，不能再装了，不能再装了！我以为一装病就能回乡下养病了。哎呀，那还得想个办法呀！哎呀，愁死我了！你说这，冯富贵，李市长，哎，人呢？子章，子章，快来看，怎么了？我们取钱去。走了，走走走，找他们去，走。李安太君，哦，哎，你们慢点。本兵，我们怎么进去啊？够了！哎呀，干嘛这是？趴下！不是，干嘛呀？趴下！你踩着我上，不然呢？这么高墙怎么爬呀？不然，你不想拿钱了？拿多少钱你自己想办法。那看钱的面子上，你踩吧，你轻点啊！少废话。好嘞。我告诉你，我这件衣服可贵了。那会儿大哥，你上去了，我怎么办？小声点。哎，用力啊！来，快啊！重的跟猪似的，不是，这上面怎么这么高？怎么下去啊？啊！老板，这妈还得开个灯吧，别老头，灯开，你妈也不知道吗？多私藏，有点可惜，我都带不走啊！这，我要是有这么个妈就好了。
这不是有钱的问题啊，太有品位啊！哎呀，哎，叫胡哥快点！哎。 高木先生，先生，先生，哦，您又在想苗老板？苗老板没了，再也不会有第二个苗老板。他的死是我的错吗？ 当然不是，是那个不识相的李熙染的错。李熙染，他害死了我心爱的女人，他必须死。有他的线索吗？严队长正在尽力查找，听说已经找到了苗老板留给李熙染的私房钱，只要李熙染一出现，就会落网。啊。 莫青莫青，啊，是吗？好，先生，严虎的电话说，李熙染刚刚出现了，杀了他！西然，西然，哎呦，在这儿呢！哎，你家可真大，好东西可真多！哎，要是都能拿走了，那就太好了。妈呀，这么多钱呐！哎呀，箱子又拿回去了，是不是看不见了？收拾赶紧走！快走！走了走了，不是钱没拿吧？走了，钱没拿吧？ 那么多人，肯定是严虎得到通知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先到李熙染家附近，我们见机行事，速度一定要快，一定要在严虎之前赶到。走。严虎他们肯定马上就到，这样，你们要到后街巷口接应我们，我把他们带出来。啊，好，小心点，放心。 直島巡査が設置された成功です。情報を得た。今日は妙田区に三々の盗む人物がいる。でも直島巡査が言いておいた直島巡査が人連れてくる。来る前にちゃんと守ってくれ。事故を起こすな。奴らがもうすぐ来る。お、ありがとう。 要命了！这不给你拿钱去了吗？快走！太君，太君，哪儿走？太君，屋里有人，坏人！啊，先放下。
自己人，我们都是自己人。快，下来，下来呀！快点啊！快！啊！我救！你要走要命啊！命！你走啊！快！都他妈快点！哎，别开枪！冈本先生命令，追捕逃犯啊！人呢？在后院呢。追！这里还剩我们的活动费，活动费够救你们的命就不错了。啊！不是，那把人都杀了呀你！要命走啊！不是这么多钱，走！哎，快快快，酒！酒什么酒？那瓶红酒丢挺可惜的，可惜就不应该去救你，丢了命就不可惜了。你们别怪他，都是我的主意，要骂要打我扛着。当然得怪你了，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不能用打火机呢？你傻呀你，你没长脑子，你不会用自己脑子想想？行，都怪我行了吗？要是不是缺钱的话，我才不去冒这个险呢。那对了，李现，我好像看你出门的时候在兜里装两大款的什么东西啊，好像还挺多的，你拿出来。是不是房契？啊，我跟你说，你们家那边那房子现在可贵了，我找我爸托人卖高价。倒是拿出来呀。就拿这么多票啊，这有什么用啊？这玩意儿，别捡了，欣然，就你那些戏票啊，还不如我揣这点钱呢。是啊，这对你们是一文不值，对我不一样，这是我妈最金贵的东西。妈没了，就剩下他了。瞧我这猪脑子，我怎么给忘了呢？对，欣然，你不是有那么多干爹吗？就把这票卖给你那些干爹，就叫苗老板最后的留念，这样可以赚不老少钱呢。那如果日本人给你钱，你是把我们大家伙也都卖了呀？我要这些钱是为了抗日，要么道歉，要么不带。欣然，
对不起，那个你别把我刚才说的话往心里去啊，那我都瞎说的。你拿别的东西没有？我道歉了。昨天晚上就在苗老板家楼底下啊，眼看着就要抓到李熙染了，可来了几个人就把他给救走了。几个人？好几个呢，恐怕是荆门的共匪倾巢而出了。这个李熙染看来在里头算是个角了。李熙染没有抓到，其他的共匪也没有抓到吗？哎，哪能啊，打死了仨。这个是照片，您看。本来是想抓个活的啊，可是这共匪性子太烈了，自个儿吞枪就死了。啊，人我没抓到，可是我弄到了一份共党的名单。不是，您过过目。啊，这上边白纸黑字写着呢，李熙染的名字。真是想不到，想不到啊，该杀，真是该杀。哎，哥，咱就直接说李熙染死了就完了吗？你傻呀？嗯，咱跟冈本说李熙染死了，哪天李熙染心情一好，出来溜达溜达，到时候是砍你脑袋呀，还是剁我脑袋呀？那怎么办呢？我想想。秃子，嗯，你去搞一份假的共党名单，上边只要有李熙染的名字就行。对了，再找几个死人拍个照片，拍得像。嗯，还真得像，不像这脑袋就没了。为了脑袋还不快去？得嘞。冈本先生，这殷队长，我希望你下次再来的时候，不要让我再看见这些毫无意义的东西了。是，荆门的地下党一定要一网打尽。是，报告官，进来。冈本君。帝国运来支援前线的第一批药物晚上就到港了。非常时期，这批药物对前线很重要，必须保证他们的安全。学生明白。严队长，这次的任务需要你的配合。一定，一定。一定效力。啊，哎，太君，我帮你。哎呀，我们从黑市得到消息，日本人最近有一批药要运进荆门，上级指示我们务必要截取到，运出去给山区做通知。眼下的荆门呢，不像城铺前的荆门，日本人守着进出城的关卡，
不但是截取难，想把这批药运出去也不容易。山区早就断了药，如果我们这一次能够顺利的截取到，送过去，可以救很多人的命。所以再难，我们也要想办法。好。金明浩，我跟你说，你可得稍微是省着点花啊！这里头不仅有我爸的钱，还有我的钱呢。放下！我花的钱我闻闻不行。不是，冯永贵，这是一种不稳定元素，一遇震荡就很可能爆炸。嘿，轻点儿。你看，都冒泡了。轻点儿，轻点儿，轻点儿。齐明浩，他要是炸了我，我就要了你的命。他要真炸了，你就嘣没了，你还想要谁的命？都是你的，都是你的，我再也不来了。水电省着点花。你们怎么来了？小曼，里头特别危险，你就别进去了，男人进去就行。有那么吓人吗？小曼，我说的是真的。我给他说，这个是不稳定元素，一震到就嘣爆炸，吓得他灰头灰脸的跑了。不是，你就用这苏打溶液把它吓成那样。对，我告诉他，这是一个不稳定元素，只要一震到就有可能爆炸。吓得他像小耗子似的溜溜的跑了。纪明浩还真有你的。哎呀，哪有，我就想制止他，免得他成天让我你要省这个你要省那个，就怕花钱。笑什么呢？没什么，就是发现一大笔钱。钱？钱在哪儿呢？钱在日本人那儿，真的是一大笔钱。哎，我刚刚得到消息，日本人那儿有一批药品，后天就要运到金门。如果我们把这批药给劫了，换成钱，那绝对就是一大笔。以后咱们杀寇团再也不会缺经费了，枪一人一把，子弹随便用。永贵，干不干？干呐！只要你们不要再惦记我爸那点钱，我什么都干。可是，钱可以想办法，但劫日本人的药品，太危险了吧？那还有比杀日本人更危险的事吗？日本人我都杀了，我还怕劫点药品？况且，他们把这批药品是要运到前线救他们的伤员，我还就要把这批药给劫了，让他们的人全都去死。好，子生，那我跟你一块儿去。我也去，你就别去了，踏踏实实的在这儿搞你的科研，啊。哦，子成，那我也去。我也去。行，那咱们就劫药品，换钱。皇爷饶命！皇爷饶命！我真什么都不知道啊。不知道？那你告诉我，为什么市面上会流通皇军这批军需药品？这我也不知道啊。胆敢动皇军的军需品，慢点，还是到警察局去杀了他吧，让所有人都看看出卖帝国的下场。冈本君，现在药品的信息已经走漏了，
咱们是不是要转移药品？不，既然药品的信息已经走漏了，那么肯定会引来很多对这些药品有兴趣的人。我们就将计就计，以此作为诱饵。另外三天后，村野的第二批药要运进城了。我们只要放出风声，他们一定会盯住这批药品。借此机会，我们把城内的反日分子彻底肃清。哎，等等，这批药品不要走常规路线了，不要运回军部，让村野军在外边找一个不招摇的地方妥善保管，只要时机成熟，直接运到前线。哎，这是码头，药品就从这儿上岸。这是东街，是到日军司令部最近的路线。按照常理，这是运送药品的最佳路线，世人都可以看到。但是这几天金门小道上都在传这个消息，我觉得这个消息泄露有点蹊跷。日本人做事向来是很谨慎的。你是说日本人有阴谋？对。那另一条路线呢？这是西街，得绕一大圈才能到日军司令部。按照常理，日军肯定不会选择这条路，因为路途远就会横生出很多枝节。但是据我所知，日军在西街的荣华旅馆库房，这个旅馆的库房肯定有大问题。要不这样，我呢先去打探情况。也好，这个情况确实要马上落实，我们分头行动。注意，一定不能打草惊蛇。日本人既然想这么干，一定是想一箭双雕。哦，放心吧。金门就属这儿最热闹，我是名记者，来拍拍照片，啊。哎，他不是赵记者吧？赵记者怎么了？又不是我们家小妹。再说了，我又不是李希然。手，你还是决定要去吗？对，我就是要用日本人的药品换了钱去杀日本人。不是，子超，咱们今天也从东京那边过了啊，那日本宪兵都跟什么似的，咱再商量商量啊。不用商量了，这事就这么定了，你们要是不去我自己去。
我陪你去。还有我。那我也去。那我也去。嘿，刚才不是有100个不愿意吧？这会儿怎么觉悟这么快、啊？我是紧跟大家的革命步伐，你不懂。情况怎么样了？日军在东京安排了很多兵力，我今天下午去走了一趟，太多可疑的眼睛了，所以我现在敢确定，这一定是日本人设的局。真中有假，假中有真，日本人钓鱼这招啊够狠，幸好咱们及时识破。糟了，怎么了？我今天在东街遇到了陆子征他们几个，他们一定也是在探敌。他们会不会是无意路过呢？不像。如果他们也听到了药品的风声，也想下手，那就上了日本人的当了。明天一早，先去阻止他们。陆子珍这帮人呢，做事比较莽撞，明天啊，一定要截住他们。哎，大家先听我说啊。炸弹呢，我暂时还没研制出来，但是我先研制了一些烟雾弹，就在这里边，很猛烈，能产生一股强大的烟雾。不错，金明浩，咱们有了这个东西，这次行动想不成功都不行。你们谁动我箱子了啊？你们谁动我箱子了？我动了一下。烟雾弹，金明浩，你没事动我金龟干什么呀？王有贵，不是你瞎嚷嚷什么呀？一假古董，你说你，这是真的？不是，我哪知道你会有真的？我怕我爸再给日本人送去，我就从家里顺出来的。哎呦，那谁让你藏那么严实呢？那也不能怪金明浩啊。哦，就是，明浩他也不知道，也不是诚心的。你别嚷嚷了，这马上就行动了。金明浩，给这龟化化妆，把它变成出土文物。啊。好了，他们开始行动了。咱们怎么办？现在只有一个办法，我们提前行动，劫了药品，牵制住日本人。好，走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家里后院挖出来的便宜卖了啊！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家里后院挖出来的便宜卖了啊！你这货都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是啊，不是怎么说话呢？都是从自家后院里挖出来的，能有假的吗？嗯，别的我倒不怎么看好。哎，但这个这龟不错，这质地颜色不差呀。那是，就这个贵。哎，拿来看看。哎，这可真是好东西，我要了。那您开个价。这样，500现大洋。500现大洋，好说好说，您再看看别的。走吧走吧。鸡蛋，新鲜的鸡蛋。这样啊，一会儿呢，别紧张，也别冲动，听我的，我让行动再行动。嗯，那你说金明浩这烟雾弹到底靠不靠谱啊？一定靠谱，相信金明浩。车来了，
来不及了，再不行动，陆子正他们就落日本人圈套了。